Hello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现在准备要去一个很神奇的地方，就是我在万华住了30年，都还不知道这个地方，而且我从来没去过。对，它叫中心新洲台北岛。我发现我没带伞，我就想买一把伞。你要买伞干嘛？等下会下雨啊！不会啦，我带伞。我们不会走那么久啦。我后面这里的程度应该是没有办法2个人去一把伞。我有带伞啊，要带伞吗？你没带对不对？我没有带啊，我想说不会走很久，1小时内可以走完。你这样讲害我好想买雨伞。它的路线还蛮特别的，就是你要从那个中心桥下面绕过去。往前走的话，应该会有一个什么？那叫什么？一个上高架桥的楼梯，对。走这个楼梯上去那个中心桥那边，然后你可能会要走那个机车引道。给你们看旁边，应该那边就是台北岛那一块。你会不会累啊？不会，那他比我想象的累，我要走过去。没有啦，在中间而已。就在中间那边。对啊，那边啊，然后就可以下去了。这边就是沙洲，这块就是，有狗狗哎，那边有狗，对啊。好漂亮哦。前面那里啊，就是下去台北岛的楼梯。他这边说，如果有台风豪雨警报的话，禁止进入这个地方。台北岛到了，哇，这边很多摩托车哎，很多摩托车哎，他们怎么开骑过来？应该是把它载过来吧，先牵了下来吗？那么高哎，对，抱小 baby，宝宝是有，想要很低地吗？我也有防蚊液，但我懒得拿出来。你帮我喷好了。哦，我是要抹它。好，你帮我擦。好贴心哦。对啊。Hank 很幸福，他有一个会帮忙擦防蚊液的人。我好像没有帮他擦过防蚊。你好意思？你应该要帮他，那你有帮他擦没有过去过会需要防蚊液的厂。防晒乳嘞？防晒乳会吧，对。会啊。那个也没有在晒，所以其实哎，你喷了吗？我在录你下喷次防我喷这个也要这个意思。反正呵呵，反正我在看要不要剪进去。射箭场，就是有人来这边办一个射箭场。脸不用，脸应该不用，但脖子可能要，就是后脖，对。这里看起来像我们回老家的时候，然后走往前走就会有四合院的感觉。哇，农田呢？我不知道坐哪一边，左边、右边、左边，好。还是你现在看 Google Map 会不会有什么路线？
射箭再往前。对啊对啊对啊，真的有秘境射箭。对啊，秘境射箭，而且还有19个站呢。哎、欸，这个是真的是有在卖的，350块。搞不好现在有在经营。哦，真的哎。哎、欸，这边是射箭场哎。来探险。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，哎呀、啊。我们看到 Google Map 上有写这个射箭场，大概一年多，一年多还蛮新的、啊。哎，怎么会想要在这个岛上？真的假的？哎，你们怎么会知道这个岛可以上来？哦，就你们这边有教学？教学的话，我们就是有体验课，是会找教练。哎、欸，你是教练吗？算啊，体验是多少钱？350块。350块。90。然后多久啊？90分钟。哦，90分钟。那、啊、就可以一直射这样。对。哦。前面有一部分教学。教学大概会教多久？如果是体验的话。大概15分钟吧，就是教你一些安全的规范嘛。嘿。然后还有一些射的技巧。嗯。然后带你走完第一支箭。然后剩下就自己玩这样子，然后教练会在旁边去指导。哦，岛上除了鱼，我应该没什么好玩的啊。是啊，农户，农户哦。对，其他都在种。那有人会走到那个岛的边边吗？可以啊，可是走到那一边，但那边没有天桥可以上，就走我们那个中心桥可以上。中心桥可以上下。哦。然后那边会走到中孝桥的桥下，还可以再过去。可以走那个，跟那个还蛮长的、欸，走很远哦。哦、嗯， oh. 对。太夸张了。不会不会，有那么可怕吗？啊，真的假的？那我们快点过去。嗯，我都冲。哎、欸，没路线了。所以如果你要走到边边的话，可能你看它会，它的尖端，对啊，它会尖端会到那个中孝桥。看起来好像刚刚有一些岔路是可以到水边。那我们回去走别的岔路。这是要走到沙洲边边的毛毛。他在为我们指引道路。哇，感觉走不过去了。但是就是，哦，这个是什么啊？莱雅。没有，我们很靠近边边，但是看不到，但是走不过去。哎，我觉得你那个防蚊液好凉哦。拍谁？拍谁？谁啊？哇！我要来介绍一下我今天的穿着。我今天呢是防水鞋加防水袋，完全就是泰国泼水节的配备。因为我一直预料到等一下应该会下雨，而且我们会没办法躲雨。前面这边才是往那个，这边 Google 上面没有画。欸，其实毛毛蛮敢走的、欸，好像没有。对了，又没路了。看一下这边离沙洲有多远，就是你直接这样穿过去，那好像有点太危险。100公尺。但如果都是树的话，你要可以走。就是没办法，就是你会全身都脏兮兮的。哎，不对啊，我们下桥的地方就在沙洲旁，就在那个水旁边，不是吗？
好，那走吧。已经在下了啦。雨蛮大的。结果没有让毛毛露身材，耶，开心。你不是要跟我去青年公园？哎呦，明天，那先上去了。你明天起不来，而且你明天十点要开会，所以这边我们也不能约太晚。因为我今天晚上要去那个，就是今天晚上要去酒吧。哦。那就算了、啊。还是你们改约其他日的早上，其实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啊。你礼拜一你要上班吗？礼拜一我要上班。啊、你是八点上班？对。